近日有報道指出，香港市民的壓力是非常高，高到一個點嘅，是很高、很高、非常高、超級高。我哋邀請了國際知名而喺香港冇咩人識的科學家、身兼企業家，佢叫 Mr. Rosé David Patrick Alexandre Bulifili 嘅。我哋好榮幸有請佢嚟到我哋嘅直播室接受訪問。侯先生，請問你平時有咩減壓方法呢？呢排只要命揾開舉下水咯，而家大陸又封咗關，又冇得北上去食嘢，鹹酸菜、炒牛雜啊，紅燒兔仔頭啊，乜嘢都冇得食，蝙蝠又冇得食，嘢咩又冇，喺香港就食埋曬啲垃圾。而家咧咧舉下水叫嘛？咁樣幾好咯，好過冇啦。可唔可以請你介紹下你啲鬼口水呢？你跟呢個肉蝴蝶咁款呢，有冇听过一首歌啊？谢霆锋嘅，我叫你玉蝴蝶，好好听啊，何先生，多谢。听讲你仲有工作坊噶？啊，系啊，我嘅工作坊都好抵玩噶，唔使钱，又可以过嚟睇下啲鬼水，中意咪买翻过咯，收你平啲啦，最後還想問何先生，你的公司叫什麼名字呢？Samsung。 好了，我是得知道何先生的公司叫做 Samsung， 的意思是鬆一鬆，還有是給一個區域給這麼多位香港的市民玩史萊姆減壓的，多謝大家。謝謝謝謝。